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Every generation has its own way of understanding this question. People work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go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It's a very personal experience we all have. As a region brimming with vitality and innovation, Haizhu District is a place where many people choose to build their life. Today, we're going to Pajo in Haizhu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why so many employees of big tech are working so hard even this late into the night. Let's go. Hey, Coco. Hello, David. Hey, 好久不见. 是的，好久不见。Hey. 最近好吗？很好，很好。I'm fine.在这种大厂打工，对办公环境和工作氛围跟其他普通的企业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不同。与其光说，那不如我带你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OK， 走吧。Oh, thank you. OK， 跟我来。Thank you, David.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5楼的空中花园， wow, 感受一下。哇，太美了，真的很美，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年轻人都能够在这里享受非常自由然后非常悠闲的一个办公环境，并且能够很灵活的去享受自己的一个工作的时光。平时放松的时候会不会来这里休息？那当然，这边我觉得环境特别好。那我平常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经常会站在这里来看看我们美丽的珠江景色，调整一下我的心情。嗯，然后你知道那边是什么地方吗？那个是列了大桥，对，前面就是爬梯了。哦，爬梯就在这里，是走10分钟的路就可以到。然后我也经常会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去爬梯小酌两杯。阿里巴巴作为第一批入驻琶洲实验区的互联网大厂，我在这里办公的2-3年也见证了我们整个琶洲的发展。这里的交通也越来越方便，设施也越来越齐全，让我感受到了整个琶洲欣欣向荣的发展的场景，真的是特别棒。哇，太好了。Pajo has amassed a large number of big tech companies, and now we're going to head over to take a look at another one nearby. This company is really interesting. The office area is filled with trendy toys that young people love. Come on, let's go take a look together. Okay,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 Top Toy. 今天我们采访的人是悟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Hello, 我是名创优品集团旗下潮玩品牌 Top Toy 的负责营销的同学，我叫悟空。很高兴 David 今天来到我们公司，然后可以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行业，以及说就是潮玩到底是在做什么的。Let's go。我们现在进入的就是我们的运营的这么一个区域，也是一些就是陈列的一些设定。这样的工作环境很特别啊！我听说就是因为你喜欢潮玩才会选到来这里工作。对对对，就是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潮玩爱好者，所以呢我才会说选择这个行业，因为我很喜欢一句话嘛，就叫追求源于热爱。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既然要把热爱发挥到我想要的地方的话，那我一定要选择自己热爱的行业，所以就选择 Top Toy。 坐一下吧。哦、oh, thank you thank you。我听说你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我在这里工作了有2年多了。两年多 ，OK。感觉在琶洲这个地方上班是什么样的体验？其实我觉得琶洲这边还是蛮新潮的，因为琶洲这边不是说是广州新的 CBD 嘛，然后包括说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大厂都在附近，然后又坐拥一线江景，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来，无论是来我们公司，还是说在附近的时候，就会发现这边的人都非常的时髦和新潮。对。嘿嘿嘿，嘿 ，baby，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好巧啊！对呀、啊，今天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呀。对，我刚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团队1个星期了。现在好不容易把它给解决掉了。说到这儿，我忘了你还没有跟大家介绍你的工作是什么。哦，我主要负责我们自己科技的一些这个智能化啊、跟物联网的一些硬件研发的一些设备的工作，为我们整个纺织行业能够去赋能。那你以前有没有想过以后会成为像现在这样的技术人员吗？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在选择我专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能未来能不能为我们的一些中国产业做出一些自己的一些贡献。那其实纺织行业还仍然是属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个行业，是需要有一些有责任感的人才和企业去推动它做一些这种数字化的升级的。所以那就是你来这里上班的一个原因。对，其实如今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我们这种数字化经济的上下游企业聚集于我们这个琶洲试验区来发展，那其实这里面临着许多这个机遇跟挑战。那我们未来呢，也会结合我们纺织行业还有我们整个 AI 数据大数据的这些技术进行一些深度的融合，优化我们整个纺织行业的一个产业结构，助力我们整个经济往这个高质量去发展。还行，我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你的工作，你会用哪三个词啊？机遇、挑战，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份小幸运在里面。首先的话就是机遇嘛，直播这个板块它有很多领域，所以就是可以接触到很多你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不会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是挑战哈，对，挑战就是你在作为主播，你在上面播嘛，就要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些新的知识，然后才能去不断的去给粉丝们去分享嘛。幸运的地方就是刚毕业就在这家公司上班了，然后遇到了很多的同事，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很好的领导，他们在一步一步帮助我成长，让我就是学习到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边会很幸运，工作环境也特别好。我也很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为什么选择了来琶洲这里发展。从一毕业就加入到了一仙，从一开始就接触到了美妆这个行业，到现在真正的参与到其中，我发现我们公司所在的琶洲它的地域优势非常强，而且资源也非常多，人才也多，是非常多美妆品牌的成长摇篮，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大，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在这里的工作氛围，所以选择了留在这里工作，也留在了广州发展。 So many people move to Haizhu District with dreams in their hearts, and seeing these people work so hard to make their dreams become reality is such an incredibly moving experience for me.